东南抗癌药，嗯，东抗癌药，所以只要咱心地强啊，只要咱心嘛，咱地强，咱自己贪乐啊，哦，咱心嘛地强，咱自己就快乐。华罗是上安详，咱虽然上班赚钱，但是咱量入为出。就你像这个小人嘞吼，管不住他，他就来做全公司的小人样子嘞，他包容还坚持。啊，这个领钱是喏，哇，你更不钱啊，你开挣钱去啊。啊，连着领钱领不钱，他包一个钱，啊，你都看看好几个月了，看看好几个月，你都没钱了，这包一个开会的，你也包领钱，你更不钱啊，那就是那些，所以这卖现在拢用领钱，拢先乐好，啊，老是讲先玩好乐。啊，咱是爱哦，爱知足常乐哦。自然呢，你自然有你以外的这个利益，现在这个都是因为咱就是讲，只要会咱比较跟人知常乐哦，咱就比较上到当然，咱是修行在当中，咱就爱跟他们安得体嘛，爱有班就爱有参班哦。你若有参班的时候，你才有体会。啊，为咱面前，咱为咧参咱面前咧用啥？嘛是不用啥，吼，嘛是只过日子啦，吼。而且呢，啊，来互大家先，大家做伙修功修，啊，互相勉励，互相感动，安尼来前行咧。啊，这就是讲咱讲个人体会个人，你来有体会着，你才有上进咧。无论是讲讲书讲了好还是歹，咱有记一句就好。你若讲自己来讲记一句，哪一段了你就素养无穷。但是咱拢记会讲，即年爱去记一句就出去了。你像讲书讲的，大家听了好，感觉就会但你内壁了较难记。因为咱无像咱个生死大事，当作一回事。那世间什么事情哦？生个事情是不是啊？但迄个我哋来年就是，咱个讲阿母上，我咧做，我咧做话，只不过我打几岁名，开始有上台，大家拢吼，上我都明天，我还有明天啊！你咱每天啊，都讲假使我没有天，我没有明天啊，我今天是最后一日啦，那么你最后一日你能见？咱就是想啊，我有钱，我会当当钱，但是我无讲起来，就是咧讲安尼。但是呢，咱平常时啊做起只等，无常来嘛是安尼。安尼呢？因为毕竟每件拢是爱当钱的，卡当加万当拢是。安尼呢？你像当初讲讲干活算啥子？讲来讲去东西。听说我安排那些人来帮伊当事，安怎嘞？所以既然咱拢会同意，哦，每件拢会同意啊，较紧就是较歹同意。只要咱心起咧等，心起咧等，什么时阵得来同意，大家拢来意，哦，安怎嘞？啊，对个，咱挂个。啊，迄个福建人客啊，啊，因为我迄个开过即个直播呢，因为我即个最近啊做即个做泡泡的时候，伊做迄个，啊，因为我吼，虽然我有在笑，但是吼，有时吼这个师傅啊做多迄个客吼，有时当然就是啊笑了无太好啦。即个讲吼，咱有迄个时常啊笑到跟欢喜，干嘛是？你咧喜欢放声音的，他们虽然讲华人也唱进步啊，但是他们是讲华为什么老多当代比较老的，啊，就来开始听声，啊，因为说他们毕竟是中产啊，啊，不按中产，所以咧唱吼，就唱了无好势，啊，就讲咱呐有迄个东西咧，有
准备去借款，哦，四五个啊，五十个啊，哦，担保来压住核桃，因为核桃基本上都欠款的，哦，啊，我呢就告诉大家，啊，爆料不能投资了，啊，是问好的呢，唔对的，请他们不听的，啊，第二就锁定了，啊，就好好支持，啊，第二天就是那个我跟你讲那一条。感谢讲师慈悲贤道冲，坤道冲，三太子一点认真。